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正在刚刚结束上海的活动，刚刚坐高铁来到了美丽的青岛湖。那上海，那杭州哦，杭州，对，杭州，说错了，可恶啊！杭州结束了活动，然后现在来到了青岛湖。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三天休息，然后我决定带上我的两个好兄弟兄弟伙，然后骑车环青岛湖，然后来一个休闲骑，然后途中呢在。某个就是几个快乐开心的地方，然后就休息休息，欢乐一把，度一个小假。对，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到达今天的民宿了，也见到我许久未见的朋友，挺开心啊，可以休息几天了。然后明天就可以拿到这次的用车，然后 也很开心。好，现在先进一段预告。这次的骑行计划总共是骑150公里，第一天50公里，第二天50公里，第三天是50公里。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强度，然后对，大致就这样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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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岛湖真的很好骑，你看这地，这是有专门的骑自行车的这个道。我现在已经骑了13.14公里啊，1314正好。地面飞行，今天青岛。今天的骑行距离是45公里，美丽的青岛湖。风水轮流转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呀，你到多久了？哎，牛皮没办法洗，快点！哎呦，感觉这村儿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吴磊，现在是11点多钟，然后现在准备起来去给我们就是的车，然后吃点早餐，退个房就要出发了，冲！一会儿呢，我们的骑行路线就是顺着这个桥啊骑过去，然后骑桥，这个桥骑过去，然后呢顺着这个绕这个湖一大圈。这次的骑行计划总共是和这两个来的兄弟骑150公里，第一天50公里，第二天50公里，第三天也是50公里，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强度。然后对，大致就这样。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爬了神龙山到这个山顶。我准备录一个开场，已经在录开场了，然后就结束，然后我们下山开始骑车。对 ，OK， 所以现在开始我们的春日猛男骑行会，现在开始，耶、好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吃完饭，然后现在我们取到自己的车。我的两个兄弟伙是在研究这些装备，然后他们换好衣服，然后我们去底下热个身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今天是骑行50公里到江家镇附近，然后住下，然后明天玩一玩再骑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熟悉的 A 机位，好吧？我今天感觉配个白头会比较好啊，白衣白帽。你们没有要放弃吧？你看看你黑了啊？哎，你这样也不一样，是这样。来，我这里，我这里。
咱俩不认识，你这一直都。什么也不说了，来来，就几个鼻子好了。春日猛男骑行会，冲！就在集中里啊，可以选择了，可以选择了，要不放过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都来骑车了吗？啊，对，好，我们走了。现在人车多，我们都要。骑车太快乐了，今天我骑这辆车花鼓有点炸，声音会有点大，这个声音太炸了，存在感太高了。我们上桥了，朋友们，春日猛男骑游会啊，现在已经开始了4公里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将迎来第一个快乐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骑上那桥，这是个大桥，非常的美。骑过这个大桥，我们的旅程就算正式开始了。对，现在到达这个红绿灯。可以直接左转上桥。大家看景色非常的美啊，今天的风还是挺大的，侧风。青岛湖真的很好骑，你看这地，就是有专门的骑自行车的日照，非常友好，很安全，然后也很敞亮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骑了13.14公里啊，1314正好。然后现在状态感觉良好，采访一下两位第一次骑车的朋友，感觉如何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可以更快一点吗？觉得差不多吧。那快一点点吧，好吧。累了就试一下，好吧。然后我们这边休息3分钟、5分钟的，然后喝口水，我们继续了。感觉很快，我感觉我们今天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啊。现在多？13了，13公里了。还有30多公里，挺近的。OK， 冲！最后一下，拉扯一下。骑车的人气氛都好好啊，很友好。大家在路上看到都会彼此招手、竖大拇指，给彼此加油打气哦。气氛真的很好。哎呦，哎，你们能不能停下？哇！哎呀，这个景太美了！呜呼！
水青山，就是青山一站了。拉扯一波啊！拉扯一波，拉扯一波。我心率瞬间180了，我追上来了，可以了。自行车运动小镇，会有。对，还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小镇。对。40码，40码。呜呼！25公里了啊！哇！就是摩托车运动、自行车运动，大家都相互尊重。虽然说都互不相识，但一个简单的大拇指，是我们传递情感最为简洁的方式。啊！就这里是吧？界首，铁人三项，铁人三项的地方。哥们，做铁三的吗？铁三的。听说今天啊，这附近好像有一场铁三比赛。刚才我已经在自行车，就别人自行车上看到号码牌了。地面飞行，新年轻人，你是为了骑车把腿毛都刮掉，腿毛刮掉，然后为了做工，这是那个铁三车吗？对啊，铁三车，对。铁三车好像不是很轻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没有休息，然后是摆在后方，规定方向，规定方向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刮腿毛不刮？你这说明骑的很认真，对，我是司机的。哦，你是 SPC 的上面吗？对，我是就是。展示这个，展示一下，来，这个展示我，这个展示我的。哦，这是专业选手来了。我看一下，必须得拍个照。假装finish。假装 finish。假装 finish。就是五，就是什么？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比赛的人。我们走了，哥。加油啊，哥！争取你明天破自己记录啊！1.5公里是吧？其实3个小时还行。1.5公里，200米级最多了。游泳1.5其实不难，主要是它你要在游泳池都还好，它主要是在就是那个它里面暗流的，就是陌生的水域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已经没影了，把他们拉掉了，拉掉了，拉掉了，不见了。对，歇会儿让他们喝口水。刚才一路40-50。现在没影了，只剩我和秉奇大哥了。那没影，没影了，这就，哎，在这等他们一下，等他们一下，喝口水。刚下坡的时候一路没车，都骑到50了，上50了，太快了，看着码表了，太快了。什么感觉？4公里还有4公里，地面飞行啊，耳边只有风声，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。我怎么感觉速度突然一下下来了？
骑不动。我怎么突然感觉速度突然慢了？上坡着实有点多，怎么感觉越来越慢了？像蜗牛一样。下坡了，下坡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下坡了，我又可以了。基本上结束了。还有个六七公里，六公里。现在我们距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，一定要摇起来，还有最后的两三公里。一定要这样摇，摇一定要摇起来，这样摇。摇车啊！往人摇车不摇，往车摇人不摇。下坡小心点，小心点都。OK， 今天是千岛湖猛男春日骑行会的第一天，总共是60公里，然后平均速度 24.4， 平均行里是150。今天骑行到位，然后现在已经到达今天的住处，然后准备收拾收拾洗个澡，然后直接回睡过去。我们终于到了，哎呦，今天的住处，哎呀太不容易了，让我来看一下今天住的怎么样。景色很可以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OK， 现在我们洗了一个澡，然后现在准备去吃点东西，太饿了。今天感觉躺到床上，一瞬间就能睡着。就直接昏睡过去好吧，然后现在走到那个吃东西的地方去吃点烧烤。对，这个烧烤很快乐。哎，第一天呢，第一天呢很顺利，好吧？这是顺利四哈。我们一会儿再商讨明天和后天的行程。顺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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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天跟九十很难搞，我明天可以稍微晚一点，骑50公里的话，按照我们今天的速度再慢一点，我就是3个小时，今天就2个半，啊，3个小时，今天骑2个半小时，我觉得下午就骑2个半小时吧，我感觉过了4-5个小时，下午3点出发，然后可以不用骑那么早，好吧，那我们这么定啊，今天早上我这骑只够花了500多。嗯，今天当午太费了。锅包肉，好的，肉上涨了。那个中华小当家那个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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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明天是千岛湖大峡谷，我们住在峡谷里头。另一个大厨现在在操作这个叫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锡纸韭菜。什么？锡纸韭菜。对。刚才的一招锡纸锅包肉已经惊艳了在场的所有的吃客。看到我们的小朋友。小军退死。哎，你们看过四川话版的那个？准备回去休息了。朋友们，现在是晚上11点整，对。然后现在已经准备睡觉了，吃完了美味的烧烤，然后现在已经
也躺平准备睡觉了。很困啊，今天很累，感觉很快就可以睡着，而且你看我这个痘啊，哭啊一下就爆了，本来昨天还闷在那个里头的，经过今天一天的骑行，痘已然爆了出来，好吧。然后现在准备睡觉，然后明天上午准备去周边玩一下，那个貌似一块可以有一些娱乐项目的园区，然后下午我们可能就再骑50公里回去下一个住处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明天早上应该是10点前得集合，所以我应该9点半起床。OK， 明早见，明天冲冲冲。